是跨人跨语的台湾老婆新西亚，我是中文不标准的美国老公 Shane。Are you ready？ 有趣爆笑，新西亚安顺的异国婚姻劲爆开讲即将登场 ，Let's go！Shane 的异国婚姻劲爆开讲，我是新西亚，我是 Shane。 我想请问一下 Shane， 你曾经有用过卫生棉条或卫生棉吗？没有，我知道你用手这样不好吗？好烂哦。不是啦，我的意思是说，因为男生嘛，就是你知道月经是什么吗？ period。 不是啊， period 是这么样的情况，可以就是在下面会流血，欸，真的假的？下面会流血流出来，好恶心，哦！我不知道欸，因为你知道吗？我记得很久以前啊，就是那时候在美国的时候，有一天炫好像自己不知道是调皮，他就自己去弄他的牙齿，好像牙齿有破一个洞还是什么的，嗯，然后好像就是半夜的时候，他就会觉得那个牙龈就一直不停的在流血，你还记得吗？就是一整天啊。有流一整天哦，对，然后流一整天，后来他就非常害怕，告诉我说，他说他要去看急诊。然后那时候他就因为他就会拿那个卫生纸不停的去擦那个里面的血嘛，然后放在里面，然后就然后拿出来一包，然后他就试试就吐很多血，就很多血，他就觉得他就是不停的在流血这样子，然后就是快要死掉。那他是真的是非常的 panicking， 会觉得说我真的快死了。然后后来我就跟他讲说，拜托，我说这什么，这算什么啊？我说我们家女生就是每个月月经来的话都没有这样子，我说你 OK 啦。然后就说，而且你知道就是那个口水会混合到那个血，当然看起来就特别多啊，又不是那么多血，很害怕嘛。对啊，所以说呢，这个我记得我是到美国以后才开始会这个在Shane的建议之下才开始用了 OB 卫生棉条。嗯，对。OB It's the way you could be. Hey, OB. It's the way you should be. Keep it simple. Wow. And set yourself free from the extras that you really don't need. Just try OB and you'll see.因为你知道吗？我知道 OB 卫生棉条在台湾就是还算，因为台湾的棉条本来品那个种类就不多嘛。OB 是就是很早最早最早就有 OB 卫生棉条，然后我不知道原来 OB 卫生棉条在美国还有首他自己的广告歌。对啊，他们的 marketing 非常好，我只是到现在还记得，欸。对啊，而且你不是女生，对，我是男生，没有人在用，你还会唱这首歌哦？你是偷用啊？我真的很可爱。好，反正 catchy。好，反正我会觉得我要跟大家分享一下，我真的会觉得用 OB 卫生，不是 OB 卫生棉条，而是用卫生棉条，我真的觉得比用卫生棉还要方便。我觉得应该是吧。可是你觉得台湾女生她们怕把东西放进去哪边？如果她对啊，不是啊，你知道，就是有些女生她如果是处女的话，她就很害怕说会把处女膜给弄破啊。哦，对啊，所以我是不知道，我是会觉得，如果是不是处女的话，是可以多用，就是会觉得说，因为台湾的天气比较潮湿嘛，然后你知道，就是如果说有时候用卫生棉的话，真的会非常不舒服。所以，成人的话，女人她们，你觉得？有多少就是那个 percentage 有多少是你说在台湾在用卫生棉条？对，欸，我真的你觉得没有超过一半吧？我觉得啦，真的，啊，我没有去研究。我觉得你就去台湾，因为在美国女人一定会用那个卫生棉条，根本不用卫生棉。 对啊，我觉得很奇怪啊。然后如果你要穿衣服就太会包包就是怪怪的，欸，真的耶。因为你知道吗，像以前我用卫生棉的时候，就是我还记得我那天好像是穿裙子齁，我再记得有时候有出声音啊，是那个垃圾袋的滋滋滋，真的还假的，啊，真的。哇，我的妈，我还是记得是有一次不是声音，是我有一次穿了裙子啦。Oh. 然后因为我是觉得可能那个流量没那么大，所以还是用卫生棉，可是就穿了裙子出去。然后后来炫在我后面就说，哎，你为什么后面鼓一包出来？就觉得还蛮，我还记得，当时觉得就还，我说你看得出来，说对，就看得出来，就是有一个凸出来一个什么东西，对啊。不过说实在话啦，我会觉得说，就是自己有在用那个棉条，就会觉得说真的是比较方便，而且不容易露出来。
然后对于卫生棉的话，就是现在真的是无法再回到用卫生棉的那种阶段了。我觉得应该也是比较干净吧，清爽跟干净啊，而且不用带一大包，我觉得，嗯，对，好不好？所以呢，就是跟大家分享一下我使用这个棉条的一个心得。我没有什么研究，对，那瞬间的功用就是唱首那个广告歌给大家听。对，就这样子喽，再见。